底選擇鑽石版好定係珍珠版好呢？選擇此路線就能獲得。哦，原來係為夥伴吃點心。喂，食點心啊！好啦，行动时啊，要记得多加留意高火箭队的动向。为了解开纠缠不清的线团，找到维罗博士或许那些家伙的协助是必要的。万事拜托了，我调查结束后会再跟你联络啊。Oh yeah。估唔到又要捕捉喺神奥地区首次被发现嘅宝可梦。至于选择真名就系这个吧。噔噔，为伙伴吃点心，为伙伴吃点心，容易。行动时要记得多加留意购火箭队的动向。为了解开久前不清的线团，找到维罗博士或者是那些家伙的协助是必要的。那是拜托了，我保证结束后会再跟你联系的。好了。又要補充一下，有什麼發現嗎？ Joker is love， 我有收集到新情報哦。原來不只是維羅博士消失了，就連板木也不見蹤影啊。看報啊，他們慌張的樣子，可以推測是一起突發事件。維羅博士消失了，你就去調查看看高火箭隊再利用的傳說的寶可夢吧。能麻煩你調查時間寶可夢蒂亞魯卡嗎？或者是空間寶可夢帕魯奇亞也可以啊。到底選擇鑽石版好還是珍珠版好呢？选择此路线就能获得钻石版、奖牌二及与蒂亚鲁卡相关的奖励。在全球活动期间，所有在团体之中捕捉的蒂亚鲁卡起源形态都会学会时光咆哮。至于选择珍珠版呢，就会获得珍珠版奖牌以及帕鲁奇亚相关的奖励。在全球活动期间，所有在在战中捕捉到的帕路奇亚起源形态都学会亚空裂斩啊！好啦，咁我先选择呢个钻石版先啦。做出你的选择。我先讲过咯，紧要啦。维罗博士直到消失前啊，都在还在阅读资料，在那说不定我们。能找到一支线索，调查看高火箭队再利用的传说噩梦吧。顺便调查呢个宝可梦蒂亚鲁卡，或是空间宝可梦马路奇亚也可以啊。我唔系选择咗噶啦咩？确定？我已经确定咗噶咯，你想点先？好啦，可以翻翻转头。哇，原来是这样，我完全明白了。好啦，终于是这样。又出现这个奇怪的画面。
先退出去，回来再看看。声音咧已经变咗唔同啦。很好的选择，或者路奇亚操控空间的力量能较量真相。好了，咁我睇下，噔噔，外服本。